杯萬歲呀！世界盃萬歲呀！嚇，咁啊，世界盃去到誒呢頭先，今晚、聽晚應該就埋單噶啦。我知道你應該係出糧迎接十六強。係啦，就啱啱出咗糧，就嗰晚瀨咗嘢，即刻瀨嘢。係嗱，菲力都講話。千祈唔好瞓身，有得走地就倒走地。嗯，喂，咁啊真系，因为嗰日我个 friend 咧就系咁样嘅。礼拜日日本对哥斯达黎加，睇啱半场，佢问我你识，你都唔识波，你不如望住嚟赌啦。佢好中意玩股票嘅，系、你唔使识波噶，你望住个场波嚟玩就得噶啦，你倒走地咁样。佢一见到日本咧81分钟俾哥斯达黎加怼入咗之后咧，佢即刻走去网站度揿，咦1.13，即刻揿咗落去啦。揿乜嘢先？揿落哥斯达黎加赢。哦，1.13啊嘛，但已经入咗波啦，入咗波嘅，佢即刻都中1.13，咁啊跟住咧，佢话好得意噶，佢话原来咧，个分钟一路咁变咧，佢见住嗰个赔率去到保时系1.1啊，哇，好彩快啊，呢头入波即刻走去见81分钟啊，即刻揿，哇，呢啲犀利啦。都唔使識波噶，咁尋晚佢咁樣去慣咗玩股票咪咩咯？尋晚特尼西亞都係噶，其實特尼西亞尋晚法國出負選嘛，咁我哋瘋子都有提，又話其實即係法國已經出咗線噶啦，基本上即係好穩陣啊，首名啊嘛，多數出負選，咁果然就出負選啦。咁跟住咧就特尼西亞撳住佢嚟砌噶嘛，哇又多國球又成咁樣，乜嘢都多啊，係入球唔夠多啫。咁但係咧，如果你一開波買特尼西亞7倍嘅，咁最後埋單真係特尼西亞贏喎，哇！你睇走地都係。佢贏嘅喎，真係都哇！啲盤真係真心啊，冇得預嘅，真係好難，好難搞啊！嗱、啊，咁今晚就即係仲有其他幾場嘅賽事啊。不過咧，即係爭取時間，因為今日江少好好啊，揾咗位啊，重量級嘉賓啊。但係呢啲節目冇嘅，係啊，江少先揾到嘅，仲要係香港嘅亞運足球隊教練，哇！犀利啊！兩屆省港杯冠軍㗎，係係啊係啊。咁一陣間我哋就會聯絡佢啊。不過我哋睇睇上個禮拜咧，我哋誒節目嗰度咧，究竟噏咗啲咩廢話中定中先？睇下片先啊！巴西對塞爾維亞，阿江少點？我覺得實成冇黐牙噶啦。你講邊隊先得嘅？但係巴西，巴西。嗱，如果巴西今晚正埋嘅話咧，下個星期唔好做足金鳩鳩喉收皮，不如索性巴西冇得正係嘛？呢啲好。葡萄牙呢，如果你話肯凌晨呢就對加納，我覺得啦，唔係都應該係會贏嘅，因為葡萄牙好著數㗎嘛，烏拉圭、南韓、加納扯正硬啦，照計應該。就巴西對塞爾維亞，咁其實就唔會出現昨晚咩7-0呢啲咁比數㗎，你要塞爾維亞真係弱到咁咩。英格兰应该冇悬念啦，冇悬念噶啦，英格兰已经系我就如果我睇个目测咧，就以阿蔡神嘅预测，可能好大机会都系美国。有啲交代啦，都死唔去嘅。西班牙會唔會走線玩？你顧到先咧，仲可以控制到走線，出唔出到線都未知啊！西班牙唔係嘛？喂，6分噶咯，正常又冇問題嘅。佢其他有咩可能會威脅到佢啊？喂，德國、日本、哥斯達黎加，哇！陣間我哋可以真係原來都岌岌可危。我哋亞洲球隊可能真係開頭係威係勢，又話掉低德國啊，又話掉低呢一個阿根廷、沙地同日本，分分鐘啊全啊唔係。澳洲都係嘅，澳洲都係大洋洲噶嘛，唔係，佢歸納咗亞洲。係啊，佢而家出咗線噶啦嘛。佢都叫即係又佢未每日。我到今日都唔能夠當佢係亞洲球隊喎。佢雖然用亞洲嘅名額出咗線。係啊，咁唔係咁呢個叫國際足協分咗佢係咁咪咁咯。係啦，咁所以都當佢係噶啦，所以滅唔曬㗎。你始終有隊澳洲，有隊澳洲喺度噶嘛。唔係我都估唔到澳洲可以嚼低呢個丹麥嘅喎，真係。我真係丹麥真係比我預期中差。都係都唔係好啊！澳洲都唔係好，咪一直都冇乜即係入球之類咁樣啦，係咪先？咁一陣我哋即係揾埋呢個香港隊教練，咁我諗主力可以傾傾究竟今晚日本排個咩陣啦？咁啊日本咧第一場就低阿根廷咧就歡天喜地，又話佢執垃圾又成咁樣。第二場咧就排個怪陣，跟住俾哥斯達黎加掉低咗，全世界跳樓。其實我覺得抵死嘅日本係。
佢抵死冇累我啊，大佬。唔係佢直情係排怪陣，不特止仲係抽起部分啦。你根本你覺得自己個隊波個高位喺呢度，你憑乜嘢去讓啊？唔係我明白嘅，佢想留力去打西班牙啊嘛。佢既然贏咗呢個德國嘅話，但係你要明白呢樣嘢，你不如喺哥斯達黎加度攞分好過博西班牙。佢又見即係咪嗰個日本隊個教練見話西班牙炒佢7-0，我哋即係起碼3-0啦。成個策略行錯曬，佢諗住應該縮骨，就諗住一分都得。即是第二場拿一分，是啦，但是怎知連一分都拿不到，黐線的。喂，贏的當然是谷的，輸的當然是縮的，那個教練真的帶他過來香港，我帶他過澳門那裡看看賭場的玩法是什麼，贏的當然是谷的，你贏開德國比謝魯低，當然是殺了哥斯達黎加啦。即是不講實力，我到現在每一場波都見到隊隊都拿命來打的，你沒有辦法，你沒有可能會流力的。所以一陣我們問一下這個即是香港這個亞運足球代表隊的教練究竟呢點樣睇？因為始終排一哥咧都係日本隊。係啊。好啦，咁至於呢個時間咧又賣下廣告啦。咁下個星期咧就係30季網台開始啦。咁啊，江少偉亦都係贏啊谷，輸啊縮啊。贏咧又見呢個港足百人呢個節目大受好評，好多人即係藉住呢個節目認識我江少喎。於是乎佢第30季啊，抬埋佢師傅出嚟。抬埋師傅出嚟。係啦，一於整個視像版一鑑江湖。哇！呢個節目究竟有幾好睇咧？我哋又睇睇片先。八网台一鉴江湖主持何鉴江江少，一个殿堂级嘅人物就系何鉴江啦。嗱，咁啊，我哋呢个节目咧，主要咧就系讲述你嘅过往嘅生平啦。咁啊，就由你童年开始，因为你经历过，譬如话由呢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至到而家整个香港成个变迁啦。嗱，咁啊，你后屘你落咗嚟，因为广州首先沦陷啦。如果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嚟讲啦，咁啊，然后你落到嚟香港啦，其实落到嚟香港咧，唔使好耐咧，都系失守噶啦。咁啊，睇见个警报解除啦，咁啊，然之后再出嚟翻屋企咯。即系话翻学嗰阵咧，24小时都走烂啦，即刻走烂啦。即系你翻学嗰阵咧，就仲系英政府嘅，由你放学入咗防风洞，再出翻嚟咧，就变咗系日战时期啦。走晒，即系日军占领咗啦吓。但系日军见唔见到嘅？后期才见到咯，即系开头就知道失咗陷，就未见到有日军住嘅。第二日又见到啦，因为我哋屋企嗰度咧附近咧有个球场嘅，系咁啊，啲日军就喺个球场嗰度嘅，嗯，咁啊，我哋仲睇到佢即系打靶槍決，仲睇住個球場槍決啲人嘅嗰陣時，細個唔知死咁啊，走去裝。走去睇，但係你會唔會覺得殘忍嗰陣時都係？冇嗰陣時咁細個點同諗呢啲嘢啊？嚇！喺海皮，咁你而家輪米啊，大佬、哦！香港都有啲人輪米都輪過幾兩個鐘啦。八网台一鉴江湖主持何鉴江江少，其实 我想科普下 Ivan 咧，其实咧我戴维根咧就喺呢度嚟讲，梗系蔡澜大仙啦。但系我咧就系因为懒，系唔换衫，所以咧就条筋。我多数咧做六冬营嗰阵咧，六几集咧、我阿坡咧就要数嚟呢度，又要除又要换、我唔系噶，除咗条紧筋就再换另一条颜色，咁啊扮换咗第二件衫。系啊，呢啲我懒啫，即系同啲球员换衫啊，最紧要快啊嘛，系咪先？唔系，同埋呢度啲冷气真系劲啊嘛，系好劲嘅，所以包住条颈会比较好啲啦。好啊，一鉴江湖，大家订咗未咧？如果未订咧，就即系可以考虑下啦。因为咧，即系入边咧有好多即系好丰富嘅香港历史故事啊，咁之类。即系你净系譬如话日军嗰啲，当然大家可能订嗰阵时候就冇可能经历过啦。你冇话即系阿鉴江86岁咁大年纪啊嘛，系咪先？咁但系佢经历嘅嘢咧，就变咗好似可以等大家去补充翻啲即系嗰啲历史嘅角度啊。古仔咁嗰啲，咁啊
啊，其實頭嗰兩集咧已經錄好咗噶啦。咁啊，個節奏係我特登係拉得好快，拉得好緊，希望唔好悶親呢啲觀眾。嗯、因為去到第一集嘅第二節咧，我哋就老鑑就係同佢老豆同埋何柏剛咧，佢哋就喺新星劇團做嘅。新星劇團嗰陣就係新馬仔啊、鳳凰女啊嗰陣，一啲中意粵劇嘅人喺第二節就會見到啦。哦，係啊，喂，咁最緊要睇下叫阿鑑剛爆下料喎，橫掂都。係咪先？即係有啲嘢你，譬如嗨到，譬如話，喂，阿新馬仔係咪真係懟咩㗎？咁嗰啲佢講咗啦，頭先唔知鳳凰女同咩係蝕錢㗎。蝕錢，蝕錢嘅，個場就爆，嗯，就個劇團係蝕嘅。哦，我問佢點解會蝕啊？佢又話：，妖，咁因為佢收得貴啊嘛，哦，即係個演出費嗰啲，係啊係啊係啊，你一到啲咩位又問下佢啊。嗱，書冇講嘅呢啲係佢自己爆嘅。係啊係啊，所以買咗本書嗰啲朋友咧，可以藉住個節目可以聽得更加多嘢咁樣。特別嗰啲咩恩怨情仇啊，你唔妥我，我唔妥你，慢慢咧就會喺咁多集入邊會牽涉到嗰啲咩黃創山啊、黃創山個仔啊、黃創山個老豆啊咁之類。咁嗰啲咧，咁就應該好精彩啦好啊，咁事不宜遲咧，就阿江少啊，天大面子約嚟，各位嘉賓咧亦都出現咗，可以等阿江少咧就慢慢咧就同佢傾下。我哋咧就你介紹啦，唉。阿郭家樂啊，郭 Sir， 郭 Sir， 郭 Sir 喺邊度啊？郭 Sir， 係喺度啊，喺度啊！喂，呢度除咗我之外，仲有阿蔡神喺度啊！係你哋兩個傾緊。你好，蔡 Sir， 你好，郭 Sir 你好。係啦，係啦。咁啊，而家阿郭 Sir 咧就除咗呢個佢係教緊呢個港超聯嘅深水埗嘅。嗯嗯，係。辛苦曬。係啦，係啦。咁啊，即係多謝你百忙之中抽空過嚟。嗱，我啊快啲啊問你啲問題啦。嗱，咁啊，今屆嘅世界盃咧，首次咧喺2018年嚟以嚟咧，就喺球季嘅中段度舉行。咁我想問下你作為教練咧？你認為係對球隊嘅影響有幾大先？嗱當然啦，就我哋就香港就即係或者亞洲咧，咁就真係少啲機會踢下即係呢個世界盃啦。咁但係其實咧，如果即係大家記得咧，亞洲好多國家啦，例如日韓啊，佢哋嗰個真係即係佢哋嗰個休季咧，其實喺冬天休季嘅。係。即係佢哋係以年度制，咁啊即係可能佢哋聯賽就三月開始。即係對歐洲影響大啲啫。係。係。係三月開始，咁就11月完成嘅。咁其實咧，咁即係好多即係歐洲嗰個 calendar 啦，都係講緊暑假開始啦。所以咧，其實好多即係大家睇世界盃咧，都係慣咗或者我完咗一個可能歐洲嘅球季，暑假嘅時候咧冇歐洲波睇，咁就可以就睇世界盃咧咁樣樣。咁但係咧，其實就即係可能話我相信咧即係國際足協咧都特登試一試，因為咧其實唔同國家咧休季時間都唔同。其實而家咧。對某些國家其實有利的，因為好像日本啊那些其實他們是踢完整個即是 J League 這樣啦，我當啦，跟住就即是在那個即是那個11月完了，跟住就之後才再踢世界盃，這樣他們沒有後顧之憂的，是啦。咁但是當然啦，即是歐洲聯賽主流四大聯賽那些全部其實都有踢緊，咁好像講緊英超這樣，基本上即是世界盃前那個禮拜還在比恩賽的，咁如火如荼，所以今屆呢其實都不少傷患啊，就好似文尼啊等等受傷咧，其實都即係好直接影響到唔同嘅國家咁樣，所以就我相信乜都要試下嘅。作為足球，你冇從來冇話世界盃一定要喺7月、8月舉行嘅，咁啊即係都要叫做試下咯。咁啊，但係我覺得有利有弊嘅。咁對於唔同球隊，咁但係我相信啦，我相信經過咗今次呢個真係11月世界盃咧，我相信咧都未必會有下次。肯定冇下次。嗱，有一樣嘢我哋要分享嘅，嗱，在於你同我由細到大去睇波，你會唔會覺得以往我哋喺暑假度睇世界盃噶嘛？我哋從來未試過呢度踢緊港超聯，嗰度啊睇人哋嘅世界盃噶嘛？係啊，咁啊好似成個世界盃同香港足球無關咁樣嘅，好似係嘅。咁因為其實都。即係因為大家都睇慣英超啊、西甲、意甲嗰啲，基本上就即係睇到完咗咁啊，就5月、6月咁啊，等啦，等到世界盃咁啊，7月咧咁樣樣就即係好似大家餓咗一排波咧，就即係睇波嗰個樂趣仲更加多。尤其是即係大家都係細個開始睇世界盃啦，嗰陣時都係學生哥啦，放住暑假嘅時候，基本上睇世界盃捱夜係一個娛樂嚟嘅當時。嗯，嗱，咁啊頭先你所講啦，就亞洲球隊理論上嘅表現係有一個優勢啦，但係我哋而家經過兩輪嘅賽事入邊咧，就發現到一樣嘢啦。第一輪同第二輪咧個表現個反差都幾大嘅。而家我就覺得嗱，而家剩翻啦，嗱澳洲就出咗線啦。咁我就想問一樣嘢，如果俾你預測日韓嘅出線，而家嘅形勢係你睇唔睇好啊？
咁啊，當然就你話日本你話贏咗德國，其實嗰場波就從來冇人預計到嘅，冇人預計到。我相信佢哋日本自己都冇預計到佢哋會贏波。咁但係咧就反而就我自己睇過亦都韓國嗰場波啦。咁就韓國場波咧，其實即係你話尤其是對住加納嗰場咧，咁啊輸3-2嗰場咧，暫時嚟講今屆最精彩嘅場波。係。咁咧即係我個感覺就係咧，其實對住歐洲嘅叫做列強嘅球隊咧，就被動嗰方面咧，亞洲嘅球隊咧反而就而家開始佔優啊。係被動嘅時候，但係咧你要主動去踢啦，去主動進攻啊。例如日本對住哥斯達黎加，同埋即係講緊南韓嗰即係韓國對住加納，其實兩場賽事咧都係兩隊亞洲隊做主導。係，但係最後咧就前線入唔到波咧，咁啊反而就俾對手有少少叫做一擊即中嘅感覺。點解呢？就因為其實日本呢，因為日本呢講緊即係對手其實對住哥斯達黎加呢，就全場唯一次又中籠埋門入波㗎啦。即係話我哋亞洲球隊如果對住歐洲呢，最適宜係打反擊，唔適宜強攻。冇錯冇錯，但係咧，其實你而家因為我哋太即係好似日本、韓國咧，咁大部分球員已經外流咗去歐洲咧，其實踢法已經越嚟越似歐洲啊。咁咧，其實相信大家都記得啦，真係講緊2002年即係日韓世界盃嘅韓國咧，都係話哦，韓國係靠速度，真係氣力跑動，咁啊，但係技術又唔係話特別去到一個世界 level， 但係都照樣有個競爭力。而家嘅韓國同埋日本咧，大家見到咧，其實甚至其實伊朗都係個踢法漸趨歐洲式，係係啦，咁係啦，亦都好即係用個波嘅能力啊，球員嘅技術層面咧高咗好多，而且體能個 level 都高咗。咁所以咧，其實有時即係話即係呢一班嘅球員，當然咧又唔係話個個喺歐洲嘅主流嘅球隊效力，咁但係其實越似歐洲嘅時候咧，就反而變咗，突然間可能你習慣咗對歐洲，可能你見歐洲啲聯賽其實都唔係話特別參差嘅啫嘛，即係榜首同埋榜尾唔係特別參差，咁所以有少少咁嘅感覺，即係因為呢班好似日本球員咁樣，好多喺德甲比較啊，即係後即係後邊嗰幾隊，例如斯洛克04啊等等嘅球隊效力嘅，咁啊就反而就有時對住啲強隊嘅時候咧，都會反而做防守嗰方面咧係做得多啲咯。嗱，如果你照你頭先所講啦，即係話當你見到啲賽果接近啊，或者係一啲強隊係失分啊，並唔係因為佢表現不濟，係本身二線球隊嘅水平提升咗。冇錯冇錯冇錯，佢哋即係佢哋而家反而咧，每隊亞洲嘅球隊咧，其實每場波咧，大家有睇嘅話，防守嘅時間係少咗嘅。哦，由我哋由第一屆開始係啊，防守時間係少咗，進攻嘅時間多咗好多，甚至有機會主導嗰場賽事。咁但係咧，前線把握力唔足咧，後防咧就可能對好似頭先咁講啦，真係俾對手加納嗰場波3個中籠嘅埋門，3球都入嘅，係咁啊輸3-2，所以都個感覺係幾得意啊！係啦，嗱，如果照我哋咁樣，譬如我哋睇到呢一屆嘅世界盃嚟講啦，即係我哋會唔會有一樣嘢？是不是真的沒有球星看呢？因為我們看到現在每一年的世界盃，其實由上屆開始都已經沒有球星了，就是我們還在看斯朗、美斯，但是斯朗、美斯現在都去到38歲了，已經是到今屆去到這個分組賽了，其實都沒見到有一粒新星走出來。會不會其實在那個歐洲主流裡面，根本現在很難在那個踢法度走到個球星出來呢？我覺得我咁樣講啦，其實叫做對上兩個球王啦，美斯同埋斯朗拿度咧，都係靠個人能力嘅球員嚟嘅。咁但係咧，而家其實成個球壇有少少變動，就係話基本上都係靠團隊為多。你話成日講第三，即係世界第三名嘅第三位，其實都係講緊迪布尼或者賓斯馬呢啲球員咧，佢哋都唔係話用靠自己能力去入波，例如係即係隊友鋪橋搭路啊。迪布尼就好交得嘅。咁另外賓斯馬就好射得，就唔似美斯、斯朗啊，當年咧佢哋可以1個4個等等嘅，甚至其實尼馬都係靠扭波為主。咁就一路睇緊，其實歐洲球壇或者世界球壇都有啲變動，就係話其實靠個人能力嘅球員基本上越嚟越少。你話即係注重團隊嘅精神比較多啦。我個例子講巴西，其實巴西咧今屆咧有前線啦，例如列查利神啊、夏芬娜啊、咁啊尼馬等等嘅球員咧，其實個個都係
扭得，但係咧將幾個扭得嘅球員小扭擺埋一齊咧，咁又未必咁又未必真係踢得好嘅喎。所以今屆其實巴西咧分組賽雖然贏波，但係表現絕對唔係即係有說服力㗎。係。嗱咁如果你照你咁啊，好似喺舊年咁啊，唔係 sorry 上一屆咁樣啦，佢普遍都踢三個後衞嘅陣式嘅。咁如果你照你目測喺目前嘅情況咧，各隊喺今屆嘅世界盃入邊咧，普遍嘅戰術陣式會傾向邊種咧？嗱，暫講陣式就當然就最主流就係即係咁多年嚟都係4-4-2啦。但係咧，大家都留意，其實咧4-4-2呢個陣式咧比較少出現，大部分咧其實都係4-3-3或者4-2-3-1咁嘅。其實點樣即係劃分咧？其實係單防中或者雙防中嘅解釋嘅啫。咁就真係你話大部分嘅歐洲強隊咧，其實好似西班牙、荷蘭啊，就甚至英格蘭啊，而家阿根廷其實都是踢緊一個4-3-3嘅陣式，反而咧就其實咧之前嗰幾年咧就三中堅嘅陣式幾興嘅，咁啊例如比利時啊，好似丹麥咁樣，但係咧大家留意就係我啱啱講呢兩句，比利時同埋丹麥咧算係今屆咧喺世界盃叫做最失色嗰兩隊歐洲強隊。係啦，咁所以叫陣式方面咧，就反而如果大家睇一睇亞洲嘅球隊，沙特阿拉伯、伊朗啦、日韓啦，都係踢四後衞嘅。係。係啦，咁所以但係佢哋嘅嗰個表現咧都有進步，咁所以其實而家個球壇都不斷轉緊，有時一期會興三後衞，三中堅，一期會興四後衞，咁而家其實佢又見到嗰個趨勢就係四後衞嘅球隊咧個戰績就係會越嚟越好。哦 ，OK， 即係係講嗰個陣式嘅平衡力。冇錯，係啦，我想問啦，我都係關心翻呢個亞洲球隊啦。咁譬如話第一場波有一名驚人嘅沙地啊，同埋呢個日本啦，佢相繼真係都係失咗分啦。咁你覺得喂，譬如嗱呢樣信應該信心滿滿噶嘛？你譬如你擊敗咗德國或者呢個阿根廷，但去到第二場波，佢又會輸翻俾同級嘅或者更弱嘅隊伍，會唔會佢個心態上已經出現咗問題呢？其實呢啲球隊係。我相信佢哋之前一開始贏咗波嘅時候咧，咁我之前都講，可能佢哋真係你話喺一個世界盃亞洲嘅球隊從來未去一個主導嘅角色噶，咁但係就每即係反而就兩場波就係話，當佢哋贏完第一場之後，全世界都覺得佢哋應該可以出到線啦，嗰個期望高咗嘅時候咧，反而個落差係比較大。咁所以咧就我自己都係講緊嗰句，其實亞洲嘅球隊要即係你話真係出到去世界對住強隊嘅時候，但嗰個心態突然間個轉動又要諗下咯，即係話突然間對住強隊我贏到，咁但係對住其他可能比較二線嘅球隊嘅，你話要去當一個強隊咁樣對面守住嚟踢，但係就唔識踢咯，有少少咁樣嘅感覺咯。咁所以都係咯，即係我呢個都係我睇咗暫時見到對於亞洲球隊呢期喺世界盃嘅一個表現。如果你譬如話講我哋香港最多擁等嘅巴西或者啲頭先你都講咗巴西啦，咁最多擁等嘅英格蘭啦，你對於佢今屆嘅表現係點樣睇法㗎？今屆就其實你個頭開得 OK 嘅，咁但係叫做你對住美國嗰場波咧，其實真係真係冇乜特別嘢睇，冇乜特別嘢睇。我自己認為咧，就其實周虎基都係一個比較即係保守嘅一個教練啦。咁其實咧佢一路都諗緊究竟應該三中堅啊，定係四後衞。咁但係咧，其實老實講就今屆咧英格蘭嘅中堅咧喺聯賽表現唔係特別突出。咁尤其是就講緊哈利麥佳亞啦，史東斯其實叫做比較穩定嘅一個，但係佢其實暫時而家咧揾唔到一個拍檔。你見喺熱刺踢得好嘅阿迪亞咧，其實喺熱刺入佢都係踢緊三中堅。係啦，咁所以咧就最後就講緊用咗一個4-3-3嘅陣式咧，有時就可能喺前線咧我覺得個入球能力咧都係要靠反擊為主咯，變咗。哦，即係話你覺得就其實英格蘭本身個防守中路上其實根本就未找到一個好的組合，先焗住用呢個麥佳亞。係啦，係啦，同埋今屆尤其是就左閘又係即係得阿蘇爾一個選擇。係咁所以就真係你話暫時見到阿周虎基咧，就我相信嚟緊嘅賽事都係會踢即係四後衞嘅。
系啦，咁我但系你话即系英格兰个前途咧，咁当然啦，就因为即系佢哋嗰条线最后好大机会就喺八强会对法国。系啊，两支最强球队即刻碰埋一齐。系啦，咁尤其是就你讲紧麦巴比同埋其实基奥特咧，今季咧喺欧洲球坛都真系好 fit 嘅。系。咁另外仲有好似例如奥斯文丹比利呢啲球员纽特咧，我相信咧就英格兰你话要过法国呢关咧，就真系未真系我自己真唔。睇好英格蘭，老實講。嗱，如果在於你嚟講啦，你嘅四強預測同埋冠軍之選會係邊幾隊啊？嗱，我自己就比較會睇真係我覺得今屆最大最好睇一場波就將會係八強啦。八強嘅時候咧，西班牙咧就好大機會會對巴西嘅。哇！係啦，哇！係啦，咁呢場波我自己覺得咧。系啦，冇错啦，西班牙会对住巴西。西班牙会对巴西。我少少觉得系啦，如果呢场波咧，边队赢咧就好大机会攞冠军。哦，系啦，咁啊，呢队有少少前哨战。今季咧，暂时咧，我觉得比较即系今届世界杯啦，表现比较出色咧，都系讲紧呢一个西班牙同埋法国。系，嗯，系啦，咁但系其实咧，巴西都有个潜力响度嘅，巴西有个潜力响度，因为咧佢哋叫做防守同埋进攻其实分得好开嘅。嗯。分得好開，咁但係巴西咧，其實你真係靠個人咧，尤其是雲尼素斯啦，咁啊，你見咧幾場波咧靠反擊咧攞咗好多著數，咁所以我自己都覺得就西班牙啦，今屆都個猜傳做得唔錯，咁所以就西班牙同埋巴西是打隊啦，我覺得因為佢哋走埋同一條線，咁所以我覺得是打隊都係冠軍。OK， 咁我嗱問埋你最後一條問題啦，咁就你覺得嗱頭先你講起呢個法國啊，咁啊法國其實佢。中場的中路入面咧，首先係冇咗普巴啦，冇咗普巴之後，仲有冇咗個簡迪，係咪啊？唔係簡迪，係啊係啦。咁你認為其實冇咗普巴，或者叫做係啦，光提係。咁你覺得係冇咗呢幾個球員對個法國隊而家呢個影響有冇好大咧？反而就你見第一場波啊，哈比奧入波啦，或者叫做拉比奧特啦，即係唔同嘅譯法。咁啊，同埋就有今屆其實喺呢一個皇馬咧，其實踢得唔錯嘅呢一個嘅即係防中啊，祖亞文尼。咁其實咧呢兩位球員咧，其實叫做喺中間咧，我覺得絕對可以真係攞到即係普巴其實你話喺法國隊嘅表現特別好，但係咧佢其實上腳上得多咧，反而咧法國隊就需要一啲可能真係即係。踢得簡單啲嘅球員，我覺得就祖亞文尼咧，其實絕對可以勝任到呢個角色。如果唔係佢 OK 嘅話咧，我相信即係皇馬咧，安切洛蒂咧都唔會放卡斯美路俾曼聯嘅。係啦，冇錯，係冇錯，絕對認同。嗱咁啊好啊，喂，多謝曬你啊，哥 Sir， 多謝哥 Sir。咁啊有機會我再請你上嚟再講多次，好唔好？好啊，好啊，多謝曬，多謝曬，好好，唔該曬，好，好，唔該曬，拜拜，拜拜。喂，阿哥 Sir 講得幾好喎、啊。點解嗰啲 TVB 啊 Now 嗰啲唔揾佢嘅喂？佢有啊，佢有啊，有想佢講係嘛？有個腳鬼哦，係係，唔係佢講得好清楚喎，即係對於佢係一個名宿個仔嚟㗎，佢係前南華中華民國國腳郭錦雄個仔嚟嘅。哦，佢亦都踢過，係啊係啊，所以佢一個又一個大學生嚟嘅，亦都係一個大學生嚟。哦，佢特登跟住考教練牌，跟住去教波帶隊咁樣係。係啊，哦咁佢屋企又支持佢做呢個決定都 OK 喎。係啊，又有靚仔，又高大又。威猛，講嘢又清晰，仲要係教練，係啊！即係如果呢個唔係，我覺得即係佢叫做為香港隊效力，又帶即係本地足球，即係值得加佢。我覺得佢 OK 嘅啫。係啊，咁你如果頭先我哋都聽過阿郭 Sir 嘅分析啦，咁其實有啲嘢佢都講得好啱嘅，亦都解咗我哋一啲疑惑啦。譬如話，哇，第一場應該有好多人都話，哇，應該正常沙地都贏得到，冇問題啦。日本嗰啲點知去到第二場一個反差，而家搞到而家出線都岌岌可危添。係啊，喂，不過有啲自己有同我一樣咧，可能咧即係唔係好聽得明頭先，即係個專有名詞咧。所謂呢個四後衞同埋三中堅嗰、那個職能上個分別，其實中堅同埋後衞個分別係咩㗎？中堅其實你普遍嚟講都形容一個防守中路啦，好似麥佳亞呢啲啦。如果你譬如話四四二嚟講，即係企喺個禁區頂前邊嗰啲啊，應該中場中路啦，係同嗰個中場嘅聯繫啦，一個正式即係如果你一時波喺度面對龍門㗎嘛，咁你中堅多數咧樣嘢係一個最強嘅。一個防守嚟嘅，咁左右兩邊唔使講啦，左右閘好多人都識得分啦。咁呢個係平衡一個球場嘅範圍，有四個後衞，可能每人大家都係顧十零碼嘅地方啦。但如果你去到三中堅咧，就有問題啦。哦，三中堅咧就唔表示一個普通中堅打到嘅喎。嗯，因為
為咧你冇咗兩對閘，嗰兩對閘可能變咗一個翼位啦，拱咗上中場嘅話咧，咁嗰三個中堅咧，佢一定有好強嘅包抄能力。即係要起碼走上走落都冇問題嘅。首先佢有一定防守嘅高度啦，因為你已經少咗一個後衞，你一個矮少少頂唔到個波，你一大件事。第二，因為你顧嘅人由四個變三個嘛，即係你嘅走嘅覆蓋面可能係涉及十零碼、十五碼至二十碼之間嘅，你去防守嗰個覆蓋範圍啊。咁你變咗你個意識就好強。譬如話，假設如果蔡殘走出去，我就要點樣包翻咧？後邊嗰個又點樣包翻我咧？因為如果唔係對手係識得利用呢個防守嘅空位去攻入你噶嘛？嗯，因為三中堅有一樣嘢好，sorry， 有一樣嘢有一個缺，有利有弊就係話，如果兩對閘即係兩個翼位拉翻落嚟，其實就變五個後衞，變咗五三二咯。五三二，但如果佢翻唔切落嚟咧，變咗四打三就大件事啦。個前鋒跑係啊，冇錯。頭先阿郭 Sir 講話，而家新興或者即係今屆世界盃睇到即係比較成績好嗰啲，都係打四後衞。四個後衞，四後衞，即係偏向保守咗咯。係一個即係保守平衡啲啦，又係一個新嘅踢法嚟。又唔係嘅。哦，咁但係如果適合打反擊嘅，即係譬如話日本打啲防反咁之類咁樣咧，即係你譬如英超，我哋成日講又哇球隊成日打呢個防反，譬如熱刺啊咁之類嗰停咁樣，咁呢個係都係打四後衞方便啲，定係三中堅適合啲打防反咧？咁其實我自己傾向我好少擺三中堅嘅，我自己擺三中堅係比較危險係嘛，即係拱多個人上去係嘛？嗱嗰即係正簡單啲講啦，如果三中堅其實佢應該係要做到四個後衞嘅功能啊嘛，係啊係啊係啊，即係肯定冇密碼送物。哦 ，OK， 即係你要睇質素噶嘛，係啊係啊，質素高你咪可以做到咯，質素唔高就難咯。有自己有頭先提到南韓九號啊，1.88米嘅曹貴成，咁就係呢、這個叫做靚仔啦，兼且係亡命頭槌追到2-2咁樣啊。嗱嗰場波我有睇，真係好精彩。好精彩！南韓仔嗰兩個頭槌都好靚，係攞埋條命嚟同你聽。我最不忿就係話咧，如果唔係個龍門咧，其實根本南韓最少有一分嘅。係嗰三個失球都關龍門事。佢唔係第都唔係，佢最尾嗰球其實就又係有後衞啊，後衞冇睇住嗰個人，係啊，佢又落地慢咁，但係嗰條友差唔多都冇人逼住佢，都射波啦已經。唉，即係你可以話一個啊，俾人遮咗或者近咁樣，喂，真心係都其實三個失球入邊係真係可以最少有一兩球係避免得到嘅。係啊，唔係，但係睇到呢種正能量去既然輸緊兩粒都追翻上嚟呢種，即係好鼓勵性嗰種感覺。所以我唯一個寄望，可能寄望喺個南韓都未必寄望喺日本，因為日本要對西班牙。西班牙就即係要值得討論啦。不如等下，因為頭先阿郭 Sir 提咗個好好噶啦，咁咧就即係究竟而家咧已經打咗開始進級，進入咗16强系列咧，咁究竟嗰、那個即係阿江 Sir 講下啦。咁跟住喂，將會邊個對住邊個啊？跟住可能邊個對住邊個啊？咁樣咁啊睇下，因為頭先噏咗場大戰，我聽到就即刻喂，我都要蒲出去酒吧睇啦。如果你你 view 唔播我都要睇啦，就巴西对西班牙。咁而家走线嗰个情况系点样啊？江少其实嗱，如果你我先唔计几万嗰啲啦，如果以我头先嘅目测嚟，有一样嘢啦，譬如我今届嚟讲，欧洲球队我睇好两队波嘅，一队就英格兰，同埋法国呢两队波系好接近个冠军，但我冇谂到而一条线出咗嚟咧，佢哋两个将会喺八强相遇，要死一队。系啊，太早啦，呢队真系太早。你益嗱，你变咗你益咗咩咧？下线嘅德國同葡萄牙，德國出唔出到線先？就算你德國出到，佢個對手都唔係強啊，對葡萄牙。葡萄牙對住德國又唔使驚啊。葡萄牙會唔會又係重演呢個6年前嗰個歐洲國家杯嗰個情況啊？佢好鬼好運喎！佢真係喎，佢分組賽係三場波都係打和，用三分出線慢慢陰下，俾佢攞到個冠軍喎。係啊，跟住中場未到中場休息，斯朗都已經跛咗啦，都攞冠軍。其實我就反而依方面同阿郭 Sir 有少少分別嘅，就係話佢講得啱嘅。如果喺下線嗰邊咧，就出現咗西班牙將會八強對巴西咧。就真係呢場係冠軍前哨戰咁近乎嗱，尤其我係偏向睇好巴西嘅，因為巴西喺今次嘅今屆嘅賽事，有啲人話喂搞錯啊，你對住塞內加爾贏兩球，跟住上一場波你對住嗰度又贏一球，但你要記得一樣嘢，嗰兩隊波係進步緊嘅球隊，佢唔係弱噶。其實以巴西嚟講，我覺得啊，佢係冇咁華麗嘅情況之下，佢仲恐怖。
即係佢可能而家嗰場波冇尼馬添，仲係啊冇，唔係冇尼馬，可能都係可能就好事。嗱，佢射入嗰球波都好靚啊！佢拉西嗰球即係扯入去嗰下。但係巴西最靚嗰個一定係嗰球金球啊！咩啊？李察神啊！列察李神，列察李神嗰個當判到掛嗰球真係好靚。但係巴西我唯一憂慮唔係佢個能力，唔係佢陣式。呢幾屆嘅巴西一去到四強咧，佢忽然間成個鍋跌曬。嗯，佢原來識跌嘅。喂，可唔可以介紹下巴西嗰個教練咧？即係佢好似。有啲唔知躁狂定系咩咧，定系拍咗嘢咧，好 hyper 喎，同埋咧个样好黑社会咁样喎，咁噶。跟住咧，佢个仔又做紧佢个副链，好靓仔噶。但系佢老豆好似咧，即系嗰啲咩教父片入边嗰啲咧，入边即系嗰啲叫咩？嗰啲叫做黑手党嗰啲之类嗰啲嘢嗰啲咁样。呢个教巴西个教练劲唔劲噶？其实都系佢就偏向务实嘅，真系 OK 嘅。好务实嘅，好务实嘅，所以佢又唔系好似好进攻型。其实一代代嘅，你越旧嗰扎教练咧，就抛唔开个心理。包袱就要一種華麗的足球，但如果你偏向較為後生少少嗰啲，已經放棄咗呢樣嘢。唔係你想踢華麗，華麗唔到啦。巴西有咩人華麗到？但巴西係今年揀人都已經係100個揀出嚟嘅咯喎，係咯，咁嗱你唯一一樣嘢利物浦嗰個費明奴咁樣，費明奴老啊嘛，費明奴本身佢唔係好扭得啊，佢都係好歐陸式嘅中鋒嚟嘅。喺啲不可能嘅地方突然間出現咯啲人啦，又係嗰啲。我反而最其實韓國咧唯一一個憂慮。就係話咧個龍門啫，我到而家都係擔心個龍門。韓國應該出唔到線啊嘛，應該。韓國問水啦，而家其實日韓真係岌岌可危啊。係啊，嗱咁不如講講即係今晚、聽晚應該打埋呢兩日就定曬噶啦，已經係。係啊係啊，嗱，如果你今日嚟講咧，就11點就克羅地亞對比利時啦，加拿大對呢個摩洛哥。嗱，如果喺個分組上嘅形勢嚟講咧，克羅地亞如果贏波就唔使講啊，出線噶啦。咁啊，摩洛哥嘅機會都會大嘅，但比利時出唔出到咧？一定要贏先出到，就要一定要贏。但係如果比利時贏克羅地，我覺得今時今日好似問水少少喎。但如果其實係噶，頭先郭 Sir 都講話比利時同埋即係另外嗰隊譬如話丹麥啊咁嗰啲，佢都係覺得即係德國啊嗰啲都係今屆比較失望。比利時好似冇曬進攻火力。嗱，因為而家嚟講咧，我計過出嚟咧，嗱，如果你克羅地亞根本就係就算佢贏啊，固然 OK 啦。佢和出，就算和都冇問題㗎。佢和次名啫嘛，咁啊變咗摩洛哥出咯。摩洛哥係咪真係？摩洛哥個問題就係贏加拿大啫。咁小勝去贏啊得。加拿大就零出線機會㗎啦。咁但係摩洛哥係咪一個咁有野心嘅球隊咧？咁樣咁真係唔知喎。咁而家如果係比利時能夠贏到咧，咁你點樣打？其實如果摩洛哥係對摩洛哥影響不大，佢出線機會係。唔係摩洛哥應該就加拿大又冇乜鬥志㗎啦。摩洛哥照計咧，即係我諗佢哋同一時間開波都係預摩洛哥贏㗎。咁你睇個盤都似㗎啦，因為加拿大完全零機會㗎啦嘛。好啦，咁比利時反而今晚係咪打命咧？咁克羅地亞都知啦，我和都搞掂咁咪。係啊。同埋克羅地亞入邊，即係阿摩迪嗰啲都喂大佬年紀唔細㗎。咁你要睇下奇雲迪布尼同埋阿夏薩達能唔能夠真係踢出水準啦。哇！大佬，克羅地亞都唔弱嘅，係啊，克羅地亞係咪不如還掂都係唔使守和你啦，借低你都得啦。唔係講真啦，就算你俾比利時去到啊，場啲將來啲賽事都唔精彩啦。在於我嚟講，我私心重，我都希望克羅地亞出。如果比利時係次名出線，佢出咗線之後對咩啊？比利時次名出線呢度係。克羅地對比利時，克羅克摩。唔係，我話出如果呢度假設比利時對西班牙。對西班牙咁啊，你唔對西班牙，對德國。做啲執包袱走啦，咁嗰啲係。係啊，你前途係咁上下㗎啦。你冇乜鬥心嗰啲，唔好踢啦，比利時嗰啲。真係㗎，你寧願俾克羅地上。咪咯，你不如俾摩洛哥未踢過啲上啦。摩洛哥呢啲咯。橫掂睇個樣，你都好似冇乜鬥心咁樣嘅。係啦，咁啊嚟緊咧就半夜3點咧就將會係日本對西班牙，同埋哥斯達黎加對呢個德國。咁啊呢一場波入邊嚟講咧，就真係嗱德國咧就。從牌面上嚟講，如果西班牙贏波就冇問題啦，德國贏波就變咗係德國同西班牙好簡單啫。但如果西班牙和波嘅話咧，咁咧就調翻轉啦，佢即係日本和波啦，佢和波即係你都和波，咁啊當德國真係贏咗波咧，原來德國要贏兩球。哦，因為原來得失球差咧就日本好過德國嘅，德國要贏兩球以上，佢先至可以反壓日本。哦。
哦，原來日本是和都可能有機會的，只要德國那裡不贏多過兩球，他有機會出線的。那哥斯達黎加今晚會不會繼續做水魚的角色啊？今晚真的很飄忽，第一場輸7比0，因為哥斯達黎加本身都未絕望嘛，他有三分撚手的，哥斯達黎加是他不會放屁跟你打的，他即是說是這樣說，他未必會被德國去啦。但你覺得今屆德國的問題在哪裡呢？剛才其實青黃不接，都是老爺的前鋒，全部都是。哇，你看著羅門已經見精彩了，還是紐亞已經是，即是等於看到葡萄牙那些一樣。那他們覺得紐亞仍然都是所謂德國降門嘛，今屆已經被日本都射爆兩次啦，近處射爆那一下已經是恥辱來的。我說他應該是自收兩件啦，即是日本人立刻除了衣服在雪地那裡赤裸地跪在那裡，應該基本上如果呢，假設日本真的爆冷贏到這個西班牙呢，原來德國反他同時間，如果日本爆冷贏了，他同時間就掃走了德國。嗯，因為德國呢變成西班牙有四分嘛，原來他跟德國將會同分，就變成德國跟西班牙計得失球大件事了，因為他差距是七球。哦，即是如果日本贏了呢，就德國要立即出局。嗯，那就反過來了，咁啊，就德國亦都係禁咗哥斯達黎加咁解啫。但如果西班牙首名出線，就應該係對巴西噶啦嘛，即刻。係啊，巴西。咁你咪計呢樣嘢咯，佢都計到自己多數首名出線噶啦。咁跟住又會對住巴西。係啦。咁我今晚好唔好派啲勁人出嚟啊？咁不如守和佢算啦。我諗冇人夠膽品博嘅，未肯定出線嘅情況之下。唔係啊，尋晚法國咪咁博咯，爭啲嗨嘢，爭啲嗨嘢，唔係嗨咗。法國係有六分，係佢博得多嘅，但係。西班牙得四分，四分咁即系四分博唔过，四分咁即系可以啲人咪就讨论话，喂，西班牙会放水俾日本啊？等日本即系可以轻松松咁晋级啊，踢走德国。喂，其实你谂下佢自己先啦，佢自己都未有，我放咗水一阵，第一自己嗨埋，有乜依喐哥斯达黎加剩低咗德国咁啊？得咁啊，哥斯达黎加六分，系啊，哥斯达黎加六分又变咗得哥斯达黎加有得上噶啦。系啊，跟住我俾日本赢咗，咁啊日本又六分，咁我咪冇得玩。即系正式嚟讲，佢叫玩出火。今晚所以西班牙應該不會玩這些，不要了，他不是傻的，是日本傻了一下還傻下去嗎？但日本第一場就驚喜，第二場就甩了，第三場的日本會是怎樣呢？今晚全力進攻死踢了，還可以的，沒路踢，沒路行。如果日本想贏的話，就要走回國Sir那招，防反，防反一定是打防反。西班牙就你打防反好啊，咁你唔過嚟，我唔過嚟啊。其實西班牙都唔需要攻你，又不如一人一分嚟啦。其實可能會出現咁嘅。嗱，如果一人一分咧，德國就大鑊啦。係啊，德國大鑊噶，其實德國大鑊啦。德國嚼咗哥斯達黎加，仲要嚼好多粒先得喎，要。德國咧就要贏兩球以上。兩球以上，即是話西班牙和日本如果打和的話，德國要贏兩球以上。係啦，哇，咁啊好笑啦。唔係咁，嗱，你西班牙可以睇住嚟食噶嘛？日本你今晚打咩啊？我今晚打防反。哦，咁啊，你過到嚟先算啦。咁如果輸咗波，即係西班牙喂，如果我哋輸咗俾日本優啦，點算？即刻換人，全力進攻，數佢七比零。咁可能都係會好癲嘅今晚呢場應該呢個組別好精彩。I mean 講真啦，唔係話申報一想贏，而家西班牙嘅實力係在德國之上嘅。看看西班牙今晚是啊，即係穩陣先。可能是不是呢個咩啊？上半場嚼兩粒先，跟住下半場換人。OK， 咁樣樣。唔係啊，西班牙會係咁噶嘛？喂，我上半場贏緊你兩粒，應該穩陣啦。等啲人休息一下，下場對巴西喎。嗱，可能係呢個結局㗎。咁好唔好？今晚西班牙對日本上半場買大咧？嗱，用翻你英超嗰個諗法啊嘛，你有咩睇法？你覺得半場大？兩粒。1.5 都可能有是不是的，我得你允许我才会进行这个出粮求助的。亚洲盘日本受让一球球本，即是西班牙让他咯，是不是真的 Simon？ 差不多咯， OK 啊，是这样啊，是啱啊，一球球半，即是西班牙让两粒，一粒都要输。哦，系输半格啊！日本系有机会出线嘅，睇下今晚点踢嘅啫。九成入西班牙和入，喂，全世界啲自己友都系即系对打落水狗喎，对德国系系啊，因为踢得唔好啊嘛。但系西班牙今晚可能有机会玩出火噶。唔系，真心嗱，如果喺呢一组嘅表现嚟讲咧，系唔计玩嘢嚟计咧，系日本同西班牙系对板嘅。系啊，但系一阵哥斯达黎加无端端赢咗德国，咁你西班牙输咗俾日本，咁西班牙无端端买飞机票噶咯。系嘛？咁啊，系濑嘢噶啦，变咗濑嘢噶咯，跟住俾人闹到裤都甩。超，我系谂住巴西对西班牙，你班友仔今晚玩嘢，唉，今晚真系十好咗十一点啊，系咪？所以我都话呢一组真正系死亡之组嚟嘅。
唔係咁，你西班牙做翻自己應該做嘅嘢啦，冇諗咁多啦。頂到上半場射兩粒咪收皮咯。反而呢件事最被動就係德國。反而嗱，調翻轉啦，你講得啱啊，蔡神。哥斯達而家又有三分在手啊嘛，佢贏咗根本唔使睇其他。係啊，反而德國就要望人哋。是啊，但是你哥斯達加頭場可以被西班牙炒7-0，除非他有秘密武器未出，但他又借了日本，德國由頭到尾都未好過，今年都是收工，不算了，他都有前科的了。是啊，好，那跟我們講完那兩組了，還有另外兩組是 G 組和 H 組，先講 G 組，剩下這個巴西，就榜首就是瑞士、夏密隆和塞爾以為誤啊！雖然一樣嘢就係巴西係六分一定係出咗噶啦，咁啊對住呢個瑞士三分，仲有呢個夏密隆一分啦。咁啊，但係我覺得咧，雖然塞爾維亞，我覺得咧嘅賽跟住嗰兩隊一分嗰兩隊都唔係差嘅。如果係按照形勢嚟講咧，塞爾維亞能夠贏咗波嘅話，因為對住瑞士啫，就四分。咁啊，然後就係、是。根本好簡單啫，應該出唔到線噶啦，夏密隆出唔到噶啦。你巴西玩嘢嘅啫，係嘛？你巴西點玩都係影響佢自己榜首定榜次名，因為佢出咗線噶啦嘛。巴西已經係係啊係啊係啊，係攞九分定攞七分嘅分別啫嘛。就算你攞六分，佢都冇問題噶。嗱，假設啦。真係瑞士贏咗嘅，巴西都輸咗嘅，兩隊波六分出線咯，冇咁影響唔到成個局。咪爭就係首名次名咯。係啊，呢條界又好清晰嘅。但如果巴西就斷估就唔會次名噶啦，就算輸個波都係首名噶啦。但瑞士同呢、這個塞爾維亞。如果巴西真的次名咧，就大件事啦。因為點解咧？佢會衝落去咧，就喺十六強即刻冚呢個葡萄牙。斯洛咪喊啦，即刻搞錯黐線㗎！嗱，呢個嚟做乜嘢啊？呢一邊線咧就亂曬啦。法國、英國呢邊係和平飯店嚟㗎，呢邊係和平飯店啊！你哋唔好過嚟啦，班友仔。係啦，咁啊調翻轉，你益咗荷蘭同西班牙呢邊就面上係咁樣咯。有啲發達咁啊，個局又唔同啦，應該唔會嘅。唔會啊，好少賴嘢㗎啦，巴西去到呢個環境。咁啊，教練你都話好務實㗎嘛？唔係，我反而想問即係呢一組最後一場瑞士對呢個塞爾維亞點睇啊？瑞士对塞尔维亚，我觉得就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哦，即系会赢翻瑞士，赢塞尔维亚唔系差，我睇落去。咁寻日佢第一场对巴西输咗啫嘛，佢绝对唔差。咁巴西对瑞士嗰场系真系冇咩反。同埋你对佢对夏密隆嗰场波，曾经赢过3-1噶。啊，系系系。佢系后期真系俾反胜嘅。系啦，俾佢俾夏密隆咬住嗰道气，攻翻转头啫嘛。所以我如果我目测啦。塞爾維亞是絕對在瑞士之上，即有機會次名噶啦，有機會有機會反級次名。好啦，咁啊到 H 組啦，最後一組啦，嗱，葡萄牙而家有六分喺手啦，咁啊基本上佢高唱入雲噶啦，對於出線嚟講，但係呢一組最微妙的一樣嘢咧，就係加納有三分，韓國、烏拉圭咧就係各有一分，即係。排第四嗰队咧，仲有机会出线嘅。咁啊，嗱，如果加纳咧就将会对住啲乌拉圭。加纳如果赢咗波有六分嘅话咧，咁啊，佢根本同葡萄牙系出线，就唔使睇其他。如果加纳和波，佢只系得四分啫，咁就要睇下葡萄牙。嗱，葡萄牙就唔受影响嘅。咁啊，要睇呢一个葡萄牙对韩国。韩国啦，韩国就变咗一样嘢咧，就一定要赢两球以上，佢先可以反压呢个加纳。但是一定要加納那邊贏不到哦，咁係啦，都係接搏一搏嚟打咯，係搏一搏嚟打就有味噶啦。如果加納輸咗嘅話咧，咁就調翻轉啦，咁就好簡單啫，就變咗烏拉圭同韓國就要計得失球啦，兩隊波將會係同分。佢哋都冇乜得，佢哋都冇乜波入嘅啫，冇乜一兩球之差啫，負二同負一。咁即係要睇臨場噶啦，呢個係。咁你韓國有咩可能會即係入喺葡萄牙手上攞得多到啊？舊年咧，韓國咧喺最後一場分組賽咧，做咗件不可能嘅事。係點啊？就要係贏咗德國，將德國就踢咗出局，然後佢入咗十六強。不唔係喎，如果你韓國嗰日對住加納嗰、那個。叫做逆境的反擊能力的話咧，如果佢 keep 到咁，葡萄牙又冇乜特別需要搏同你搏嘅話都有機會攞到分㗎。係啊，咁你話大炒葡萄牙就奇怪啲嘅，冇可能嘅。點樣俾你大炒啊？咁你尋日法國上半場都出曬負損，咁你都入唔到佢好多，都係0-0，因為下半場先可以輸波嘅啫嘛，係咪先？係啊，咁啊，韓國講真啦，和都唔得㗎啦。佢只能夠贏葡萄牙，但係葡萄牙俾唔俾你贏啫。係啊，但如果你以前鋒對前鋒嚟計咧，就我唔擔心
韓國嗰個進攻能力，佢近乎同歐洲並排，你同佢鬥。但我擔心即係個龍門。邊個啊？就係嗰日輸三球嗰個啫嘛。哦，韓國嗰個龍門。韓國個龍門，我憂慮真係。我覺得嗰陣時應該，如果有位換換個後備，反而仲好啲，可能真係。嗯。冇理由，冇理由咁樣嘅。係啊，唔係咁，不過你綠馬區都冇咗攞出嚟攞。頭先你同阿郭 Sir 傾嗰個重點就係、是，即係今屆啲，而且個係冇乜足球巨星咯。係。即係你譬如話，除咗老嗰啲啊，或者即係譬如尼馬都，我都當年紀大㗎啦。咁你話超新星麥巴比咁，麥巴比。我又唔覺得特別，即係叫做有嗰種斯丹魅力咯。冇冇冇，佢而家呢扎人紅嗰扎都唔係一個個幾個嗰啲人，麥巴比嗰啲。就算你話而家曼城嗰個冇出唔到線嗰個咩夏蘭達嗰啲，佢都唔係佢最好一樣嘢就冇一個個幾個能力。如果唔係個英超俾佢玩曬㗎啦。嗯，咁所以就即係變咗是冇咗啲星咯，但係即係有啲人話咩啊，唔係好慣咁樣。反而我覺得今屆世界盃即係呢種淡淡地嘅氣氛，好似幾好咁喎，好似即係大家唔係睇得好辛苦咁咧、嗯，又要睇到即係哇撲心撲命啊，第日又話要攞病假，係啊係啊，跟住咧又話炸病啊，跟住翻工啊黑曬眼，呢種氣氛都冇。同埋我哋真係天佑我哋自己有真係好似好清晰嘅喎。嗯，係變咗第一場啊，變咗係十六強就係荷蘭對美國，係啊，即係我笨甩，所以我哋唔搞啊，即係。自己有醒啊嘛！唔報名啊，唔方好睇啊。B 組次名有咩可能係英格蘭黐膠花嘅都，所以啊搞掂曬，好清楚。咪睇遲呢個發展睇下點。係啦，咁啊嗱，借咗少少個位啦。咁我哋預測咗乜嘢啦？咁啊，今個禮拜五嘅最後一集嘅港足八人咧，係啊係啊，就係、是、胡國雄。胡國雄冇錯啦。咁啊，江少真係為呢一集啊，特別係壓軸呢集做咗好多嘢真係。係啊，咁啊呢幅畫咧就揾咗個。香港策劃師去畫啦，咁啊見到就嗰、那個嗰首詩啦，就嗰陣時就我起咗個籠嘅，就俾咗啊。係邊個寫嚟啊？呢首詩係呢首詩就我開頭我作出嚟嘅，作完之後就係再揾阿謝東嚟幫我睇，佢幫我。我最中意就係第三句，我不如咁啊，還日天賦冠球壇，仗義豪情如群英。最是人間流，我最中意呢一第三句啫。經世永恆胡國雄。咁啊嗱，呢一次入邊嚟講咧，其實就段片啱啱喺前幾日剪好曬噶啦。係。咁真心係我都有啲感觸嘅，即係睇完呢套片之後，因為佢個仔即係第一次接受媒體的訪問啦，亦都講了很多生前胡國雄講過的説話，同埋呢一集入邊曾經我點解會做咗成兩個月呢，中間有些位置我想不通，但係真係可能真係多得神靈庇佑，我又拜過。咁有一次我想做到有一種不要只是現在的人講過去的人，我希望那個聽眾能夠可以有一種時光隧道，就算你見不到胡國雄都有一種胡國雄的感覺在那裡。後來我想通了整件事了、所以大家當你看這一集裡面由第一秒至到最後一秒你是完全估不到下一秒是講什麼的，同埋亦都會忽然間有些驚喜給你見到的，在入面那裡你會見到一些很熟悉的人，而你覺得是很意外、但整件事就會很連貫的，令你走進一個時光隧道，你感覺是胡國雄真的跟你做節目。哇，這麼重要、真的，如果沒有訂的朋友快點要追訂回、所以這個港足八人就是29季，但是我們呢因為這個節目的意義相當重大，即是叫多少少為本地球壇，特別阿江少即是重新將他的聯絡電話簿的人抄返出來做一個叫做更新或者總結，還要 salute to 這麼多位朋友，還有胡國雄，當然因為這麼難做已經離開了人世的人都可以即幫他做一個這麼完整的紀錄，所以大家即可以去 D100 繼續去訂購這個節目，因為我仍然上架的。是啊，是啊，我可以講一點那個受訪嘉賓的名單的，有這個曾廷輝、韓興啦，仲有佢个仔胡振豪啦，佢个细仔咁啊何老正喎、老正都有份，咁啊王福荣啊，咁啊张三志荣啊，咁啊仲有钟启源啦，就精工元老队嘅刘永业啦，仲有两个你估唔到嘅人物就系林尚义同埋卢德权。哦，林尚义，点解会你会见到佢咧？你阵间你睇呢集就会知道。
但係走咗嘅咯。係、啊、你係抄得翻到出嚟，係絕對吻合曬成件事嘅。哦、啊、，OK。呢個係令我好好喺個過程入邊好意外，係、嗯、成件事好連貫嘅。嗯，係啊，連阿林祥儀都喺你嗰度出嚟，真係好靈異喎、啊。當然仲有黃創山啦、啊。黃創山，哇，犀利呢個真係。所以呢一集大家就不容錯過啦。咁啊，其實係啦，嗯，因為我。套片剪完之後，咁啊，我都有幾有一陣子都靜一靜，係、嗯、啊。使唔使咩啊？好似上次阿老 Sir 咁樣，跟住佢家人啊，跟住阿胡國雄燒翻份俾佢啊？唔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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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而家我哋都同阿。Kelvin 係諗緊係廣州白人嘅第二輯將會係。點樣㗎啦？哦 ，OK， 即係佢希望喺一鑑江湖之後能夠重啟呢個第二輯。嗯，但已經諗到第二輯係點樣做㗎啦，絕對嗰個氣勢係唔會低得過第一輯㗎。嗯，好好，咁希望即係大家多多支持啊！呢、這個即係港足白人啦，咁可以譬如未訂購嘅重新訂購。咁我哋陸續喺個 YouTube 嗰度都會剪翻一啲片段嘅，咁咧就大家去揾港足白人呢個 folder 就會揾到咁樣㗎。咁當然啊，嚟緊下個星期最新就係呢、這個。一鑑江湖啦，一鑑江湖系啦，咁啊继续支持阿江少啦。啊，系、哦嗯留意翻我哋嘅 Facebook 专业嘅消息，因为嗰阵时上一集开始有啲人问边度可以买翻本书。哦，哦上环有噶啦，系上环就要等公布，因为未整好晒其他嘢，咩、嗯、巴曲啊等等各样嘅嘢未整好，要等消息公布先系啦。得五十几本嘅咋，全部啊？系冇啊，系冇啊，冇添啊，冇啊，因为师傅就将佢屋企嗰啲。就攞埋出嚟就冇噶啦，冇曬就冇噶啦。O K， 咁廿本梗有嘅，應該都有都有啲嘅。全部本本啊，何監光簽曬名噶喎。簽咗噶啦，簽咗噶啦。係啊，咁啊，大家留意即係究竟上環店幾時可以發售啦嚇。係啦，好，今日講住咁多先， okay. 下個星期再見啦。祝大家即係有好嘅結果啦嚇。贏多啲啊！拜拜。Bye bye